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即马当咧展出一粒百姓石。啊，馆内人请我一定爱为着这粒百姓石，讲下台湾的饮食文化。小多嘛得先来菜市啊，听看人是安怎讲。类，伊个类似即块啦。类似哦。猪，伊个猪肉正港是安尼，啊，迄猪肉是肉形是一个形体尔。对。哎，是类似较来起来遐点点。啊，即块是咱台湾。三千。三千头的鱼片。三千头哦。哦，啊，肉卵是对一块。肉卵哦，肉卵就是这啊。嗯。这有一条。即有一条卤素卵，一条梅花肉，即条叫肉卵。咱南部的猪会较正，咱南部的猪爱食较正，啊不过爱食真了皮。哦，是哦。皮是爱食真了。哦哦，啊咱这肉素不是拢用即块吗？这用即块啊。哦。真啊，啊东哥伊开市，伊念伊要开，念伊要开啊，伊嘛是爱用这啊。是安怎？伊毋是咧卖猪肉，卖卖牛肉。卖牛肉汤啊。啊是啊，甲即块有啥物关系？啊用即块，用乌猪的皮加只膏啊。只膏用啊？愈膏愈 Q 愈加。肉色粉。嘿。哦，你讲要做肉色粉面啊？做肉色粉就是这啊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所以伊迄是三层头啦，吼。跳到迄块是三层头。哦，是。了解。啊，愈三层头愈水。啊，不过你若像一般乌猪无，足少找遐水。哦。你若像迄落，咱去去恁庙里迄落猪无？肉形石三层头虽然可以来做肉食用，但是一般店家用较多叫做是肉卵。